我为什么不怕我妈咪？因为我妈还没有我重呢，完全不是哥的对手。妈咪，你不许回家。干什么？快点去那边玩。但我爹却比我重一半。不是，我不敢了。走，大哥走。别跟他们。不会走吧？不会走道了。而且我妈肯定不揍我。出去，出去，敢不？最后一次机会，出去吧。就不出去，你能把我咋地呀？好的，慢走不送。但我爹一定能揍死我。站着。哎，好嘞。谁让你上楼的？